可乐哥哥，你们在干嘛？我们在比赛切磋技能。有朋友说我们体型小，不像泰坦，帮我们拼这个盲盒出来。给你，我看看。麻动人 VS 监控人盲盒，线索是六把利刃。听他们的口气，这个一定是泰坦。但是六把利刃是谁呢？开箱。咦，大颗粒积木。这个角色的主色调是黑色，听他们口中得出这一定是泰坦，线索是六把利刃，到底是谁啊？你们知道吗？腿部拼好了，然后拼身体。泰坦音响人和泰坦监控人我拼过了，泰坦电视人、泰坦相机人、泰坦投影人，还有好多泰坦没有拼呢。现在拼的是哪个呢？你们看出来了吗？这个泰坦也太普通了吧。对，没看出来不同。你们两个竟然怀疑我的泰坦。好，让你们看一下泰坦的身姿，把两边手臂拼出来。哇，他手臂也有利刃。哦，我知道他是谁了，他就是马桶人 VS 监控人里面的泰坦电视人。把他背部装置也拼出来。你喜欢马桶人 VS 监控人里面的哪个角色呢？可以告诉我，说不定我会把它先拼出来，后面不断更新马桶人 VS 监控人，再不关注我就找不到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六把利刃把它组装上去。哇，好帅呀！把头部拼出来。泰坦电视人的头部是老式的电视头，而且是黑白的哦。
我还没拼完呢，赶紧走开。把两边手臂和监控头拼出来。手臂拼好了，把它组装上去。现在把女监控员的头部拼出来。巧克力的女监控员会比监控员小很多。给头部封顶。你喜欢马桶人 vs 监控人里面哪个角色呢？可以告诉我，说不定我会把它先拼出来，后面不断更新马桶人 vs 监控人，再不关注我就找不到啦。女监控人的头部拼好了，把它安装上去。女监控人组装完成。哇，女监控人你好呀。你好，监控人。你好漂亮。谢谢，你也很高大。可乐哥哥，你别忘了帮我升级成泰坦监控人。下次一定。别跑，帮我拼积木。走喽，有缘再见。啊，放我下来，我帮你拼。拼这个盲盒给你。我看看。马桶人 vs 监控人盲盒，线索是优雅淑女。你知道她是谁吗？不知道。开箱。咦，黑色积木。还在箱底发现西装贴纸。优雅淑女，我觉得她是马桶人 vs 监控人里面的女角色。而且是穿着西装的，一定非常漂亮，太期待啦。你看，她是穿着高跟鞋的。你们知道她是马桶人 vs 监控人里面哪个角色吗？如果不知道也没有关系，我们一起把它搭建出来，等会就可以把它神秘面纱揭开。哇！把她腿和身体拼接起来，西装贴纸也贴上去，再把两边细长的手臂拼出来。哇，看着就像大美女。哇！不敢了，不敢捣乱了。你走开。好的。音响人也开始调皮了，现在把它牵牵玉手拼出来。哎，我发现线索那边有个女电视人，难道我现在拼的是马桶人 vs 监控人里面的女电视人？我简直太细心了，真羡慕我自己这么聪明。现在开始拼她头部的电视。哎，你喜欢马桶人 vs 监控人里面哪个角色呢？可以告诉我，说不定我会把它拼出来，后面不断更新马桶人 vs 监控人，再不关注我就找不到啦。哇，头部拼好了，把它组装上去。女电视人组装完成。哇塞，女电视人好漂亮。你好，女电视人。你们好呀，魅力十足呀，女电视人。谢谢，我也想和你一样高大。可乐哥哥，帮我改造成泰坦监控人。下次别跑，不要追我。放我下来。你要干嘛？帮我拼积木盲盒给你。我看看，马桶人 vs 监控人盲盒，线索是影子投射。影子投射，这是个技能吗？开箱。咦，黑色积木和白色积木，在里面还发现领带贴纸，还有个圆滚滚像眼睛的东西。大量的黑色和白色积木，线索是影子投射，黑色和白色积木，而且有西装贴纸和有一个圆滚滚像眼睛的东西。他是马桶人 vs 监控人里面哪个角色啊？你们知道吗？如果你们不知道也没有关系，可乐哥哥把他神秘面纱揭开。身体拼好了，然后把腿组装上去，把两边。
乐哥哥，你还记得帮我升级泰坦监控人吗？加次，这盲盒马桶人会害怕，线索是美妙的音乐。美妙的音乐马桶人竟然会害怕，到底是什么？那当然，他的音乐很厉害，马桶人都会很害怕。哦，那我很想知道他是谁。开箱，咦，小颗粒积木，是白色和黑色积木，还发现有一条领带。他是马桶人 VS 监控人里面哪个角色呢？你们知道吗？他的腿部拼好了，然后拼他的身体。难道我现在拼的角色他会唱歌？而且有一条领带，会不会是个歌手啊？你别瞎猜。他身体是由白色积木和黑色积木组成，应该是穿着西裤和白色衬衫。有没有朋友比较了解马桶人 VS 监控人里面的角色？可以告诉我哦。身体拼好了，然后把腿组装上去，再把领带也贴上去，帅气了好多啊。把两边的手臂也拼出来。可乐哥哥，我给你个提示，他是放音乐的。哦，我知道他是谁了，他是马桶人 VS 监控人里面的音响人。哇，他很厉害的，马桶人看到他都会害怕。哇，现在开始拼搭音响人的头部。哎，你喜欢马桶人 VS 监控人里面哪个角色呢？可以告诉我啊，说不定我会把它先拼出来。后面不断更新马桶人 VS 监控人，再不关注我就找不到了。头部拼好了，然后拼他的音响。一个音响，他一共有两个音响，都把它拼出来。头部拼好了，把它组装上去。音响人组装完成。音响人你好呀。你好监控人，你看起来好强壮。我可以更强壮，变身为泰坦监控人。可乐哥哥，怎么了？把我变成泰坦监控人。我觉得可行，应该难度不大。马桶人别跑啊。我怕什么？可乐哥哥，你要帮我拼积木盲盒。OK， 拼积木我喜欢。马桶人 VS 监控人盲盒，线索是队友。队友？马桶人给我的，那就是马桶人队友。开箱。哇，一大箱积木，都是小颗粒积木，还发现有表情。这些积木能拼马桶人 VS 监控人里面哪个角色啊？你们知道吗？线索是队友，而且有很多白色积木，那肯定和马桶人有关。哦，把两个部分用积木连接起来。看样子就很明显了，他就是马桶人。把它全部拼好，就看这个马桶人长什么样了。马桶人下部分已经拼好了，继续往上拼。马桶人 VS 监控人的角色，你们喜欢用小颗粒拼还是用大颗粒拼呢？可以告诉我，以后我就多拼一些。马桶人的外观拼好了，再用积木把它外观拼完整。马桶拼好了，然后这边拼头部。哎呦，好疼！你们干嘛要打架？特别是你监控人，赶紧走！现在把马桶人的